都是一种就是休闲方式，它呢就是可以解压，然后呢就是也很助眠，是吧？然后它可以就是，我觉得给你就是提供一些很多不同方面的一些知识面，让你整个人就是在成长中能够学习到很多，然后呢提高整个人的一些身体的不是身体，就是提高整个人的素养。有读到一本书叫《王图腾》，这本书就是讲了一些北京之前在内蒙古草原和那些游牧民族，还有内蒙古草原的狼的一些故事。狼群是这个整个生态系统，就是很脆弱的生态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如果说狼群真的是没了，那么最终是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受到破坏，那么最终受害的是我们人类自身本身。偶像的力量能带动那些喜欢他的人来做同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可能小凯这一点做得特别好，对不对？对于你的粉丝来说，你想把你自己身上那些正能量推荐给他们。主要是粉丝们比较，他们自身就比较好，对，我只是一个偶像范式。小凯夸你吗？